开始了吗？谁喊一下？喊一下！开始。这都王，我这太难了，我这个。哎，您这个香啊！我们俩再玩一会儿行不行？我想吃酸辣粉。我也来，要不我来吧？再来一回，我们再来一回，再来回，再来回，再来回。第二轮开始。扎啥？你结束了？这是刚刚结束，我们三分钟后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没准备好呢。没准备好吧？没了没。扎，开始。不，扎。哎，这不算。为什么？他倒两桌子呀。那这样，哎。好。哎，第一个吃完的张总获得了。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。如果分配超过这个，就会这儿。不是闹钟，哥，我这还是搁着一炸弹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扎，哎，没球的人失败，那挑战失败了，非常抱歉。哦，我也不适合学习，主要是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试试啊，别动，九溪别动。哎，翻俩跟头就过去了。对，啊，你怎么就飞过去？不是你要去哪儿？怎么过去，哥？我上那儿去啊。这儿啊，我从那儿这么走，我路线都想好了。来计时，鞭子两边伺候，一旦响，打。打。
这想上学多难呢。钱打来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手。行，孟哥，你这效果跟饼哥那一样。左手。哎，不错，小妹儿。对，您这你这好啊。行吗？可以，来，兄弟，哎，可以，谢谢哥给。怎么样？好极了。慢点，慢点。有一个故事，你们可以借鉴。把耳朵捂起来，不就听不到了吗？哦，这个故事是掩耳盗铃，那我捂他的耳朵不就完了？好极了，太好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我们把老师请出去。对，饼哥，你给他抱出去，他不说话了。哎，好极了。对，给他拿出去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饼哥又牺牲了。可以了，没问题，赢了。响一次挨打一次。哦，铃响一次挨打一次。那多少下能把我打死呢？死不了，就是惩罚。看你身体，看你多心打，看你身体。那是他进来打我，他要响了，谁打他呀？你打他呀？刚才他们成功了吗？啊、那放心多了。哎，我这么着，我说秦小贤怎么后背脏了呢？哦，响了，书香圣地修的喧哗，手哎，攒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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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碰我啊！你碰我这算你的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怎么过去的呀？这是他们。哎哎哎，行了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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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还行，哥，哎，那是他了，哥，啪啪啪，然后我们后边对，就你把这行吗？你把这全就我们平摊过去，行吗？哎呦，你看。哎，规则，有效规则，有效规则，不可能，不可，不可，如此犯规还得了？哦，给我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快，不是，我就怕他们拿不下，就不能响，铃铛不能响。不是，咱仨是，咱仨不用，咱仨几个角度都可以。那我从那边走啊。行，我从那边了，我从那边。哥，有雨扇，有折扇，拿什么呀？有团扇。兄弟，您怎了？这是什么节目？全拿走，管的那个呢？不是，要都能拿，都能拿。咱不能学饼哥呀。一人一个，走走走走。你那把拿出来，你得拿出一把来。你得让人看着，你确实拿着了。不是，是三人拿一把还是什么呀？咱仨不是一伙的，现在。咱不是各自为战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手，再打啊！就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！